告诉大家你叫什么。大家好，我叫许佳润，我今年4岁了，我在天津市虹桥区26的小二班学生，我是天津人。你穿成这样，你是来要红包的吗？你啊，那你是来干嘛的？演出的。哟哟，好大口气。 你能演啥呀？京东大鼓。什么是京东大鼓啊？就唱。你一个人？我和两个亲师爷爷，我和我姥姥一起表演，唱京东大鼓是吧？他们给你伴奏是吧？嗯。是吗？你行吗？行。我不信。不信看我表演吧。我不信就看看是吧？有请他的助演啊。好，先说一下你唱的是什么。京东大鼓。我知道节目名称。哪一段？送你上大学。掌声啊。问一下叔叔阿姨们，唱得好吗？我唱得最好了。你还挺自信。你就会唱这一段吗？你还会别的吗？我会好多。你还会什么呀？我还会京东大鼓。我会还会哪一段？哪一段？节气歌。节气歌。啊，是吧？来，我们掌声欢迎，再聆听一段。来来来，刚才说全年最长是哪一天？全年最长是哪一天？就是这一天。那我问你啊，这个你是跟姥姥姥爷好还是跟爸爸妈妈好？啊？问你呢。跟姥爷姥姥好。跟姥爷姥姥好是吧？那你把你姥爷叫上来，我们一起聊一聊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喝点水？哎，全年最长的就是这一天。这位是谁呀？老爷。是老爷帅还是姥姥漂亮啊？姥
姥姥漂亮。姥爷不帅啊？姥爷帅。姥爷帅还是你帅啊？我帅。你帅啊？你帅还是我帅啊？我帅。你可真是，哎，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啊。嗯，他是跟着你们长大的是吧？对，他妈妈跟他爸爸工作都特别忙，从小我带着他，到晚上呢，爸爸妈妈再给他接走。啊，您是什么工作？我们是纺织局，我在质量检验科。啊，我以为你是搞文育的呢。没有。您呢？都一单位，都一个单位，那怎么出了个唱大鼓的呢？他怎么喜欢上唱大鼓的？我父亲许家润的太姥爷是那个陈锡普，是京东大鼓名家董祥坤的琴师，再早了就一开始是他的就是琴师。有时平常呢，我就带着他，在屋里头就把电脑给他打开，那阵儿他也就刚一岁吧，他就那个看，看吧。有时候就觉得呀，他特别喜欢这老腔老调，还要是说，我放个别的，他还不听。啊，这就喜欢这个。哎，他就特别喜欢，甚至呢，就是偷为他唱了这段节气歌。啊。他在电脑里头看到这段，尤其到最后那一句，他就知道手往上扬。啊。他不会说话，他快两岁才会说的。他看的视频里面的人是往上扬，哎，对，他也往上扬，哎，对，他模仿能力特别强。他怎么这么喜欢这个老派的东西呢？他妈妈是古筝老师，是不是跟一个遗传基因，还有一个孩子本身就有这个天赋？当时就这么想，也没特别在意，就觉得哪哈他唱的挺哏儿的，就这么感觉。你是个爱好者。对，对吧？对，然后你放着放着，他喜欢了。哎，他喜欢了，就特别认真。还两岁多的时候吧，第一次登台，是在他妈妈呢办那个古筝的展演会，就是呢，觉得他刚会唱，让他就上台，给他把这鼓带去了，就让他上台了。就以后想让他从事这个行业。这个从事这个行业，我们还真的没有，就觉得好像，哎，他唱着唱着吧，就这么认真。有时候唱得不好，他自己还跟自己着急，是吧？这小孩挺认真，是吧？哎，对。许家润，爸爸问你话，有没有特别烦不想唱的时候？没有，特别喜欢。说比如他哪一块唱得不好，我就有时候就说那个看他呢状态不太好，他有时他就困了，我咱就不唱了，不练不行，必须得唱。姥姥不行，我就得唱。尤其那个从幼儿园回来，在道上一出那个幼儿园门，就说姥姥到家，母亲唱大鼓，我在看电视，他就这样，不让他唱他都不行。许家润，你有演砸的时候吗？什么演砸？有没有演砸的时候？就忘词儿。有，好像有。那忘词儿咋办呢？忘词儿从头来。从头来，啊，你忘词儿你会哭吗？也会哭啊。许家润，今天的幸福心愿是谁的？来，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心愿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。来，你跟爸爸妈妈出去玩，带不带姥姥姥爷？带吗？这次带。对，啊，妈妈爸爸没来这儿。知道孩子这个心愿之后啊，就是觉得挺惭愧的。确实带他出去的，时间极少，应该说是极少。跟他聚的时间太短。因为跟我们待的少，虽然说感觉是个遗憾，但是跟老人待着呢又给了一个惊喜。因为只有跟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待的时间长，他才会对这种古典的东西接触的更多。也许跟我们在一起像京剧啊这种京东大鼓几乎就很少能接触到。孩子呢童年很短暂，所以呢希望日后他爸和我能多陪陪孩子，因为如果孩子这个童年过去，他需要你陪伴的时间就很少了，再想补就补不回来了。哎，润润，要不然有时间你想去哪玩？长虹公园。就长虹公园啊？长虹公园好是吗？我天天陪你，咱天天玩去，不去姥姥家行吗？不行。也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还得去长虹公园。你生不生他们的气？
他们这么久不来看你，不生他们气，不生他们气啊。这是一个孩子的心愿，说不上什么助力不助力啊。说说你们的见解。我们现在经常说啊，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流失，我们传统文化很多时候是吸引不到年轻人的。但是其实从家人身上我们能够看到，说对于这么小的小朋友，我们真正的优秀的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有它的生命力的，是有它的吸引力的。然后能让这么点的小朋友都很投入其中，让他产生兴趣，其实我觉得这是看到了希望。那我们会送给你 ABC Kids 的童装，希望你能够永远这么可爱，也希望你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永远都能够发扬你的能力，加油哦宝宝。谢谢谢谢。